不过是你送我回家。啊，是。你初吻终于献出去了，得救命啊！告诉你真相只会让我们尴尬。他对我可能只是对上司的态度。谢谢。活该单身到30岁。你第一章，你得学会无中生有。哪位啊？我是他下属。收手。重点在于氛围。他是要跟我约会吗？太受不了你了。浪漫是吗？以及被动。对不起啊。我以前定下的目标是没有完成不了的。他的每一个步骤都在我的预测之内。可是我第一眼喜欢上的人。有人喜欢的人直接霸道的表。郭子，叫我什么？叔叔。小姨今天就把态度给你放在这儿，我是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的。比比蛋的大10岁，我一定年年益寿，比郝亮晚死，给郝亮养老送终。我要是告诉他，他会不会就不喜欢我？